诸位法师，诸位同学，真济。请大家关注会，就此暂归啊！啊，下礼尊念我地主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益中尊；皈依正伽，助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地主妙音，自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益中尊，皈依正伽，助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地主妙音，自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益中尊；皈依正伽，助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752页啊，第四行课题：往生功德分三科。第一，临终佛现。然后看经文，诸定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有诸圣众现在其前。这是临终佛现，那缘形式咯，看到啊佛来接引。请看注解，临寿终时，阿弥陀佛有诸圣众现在其前。这段经文正是48愿第20愿啊。临终接引愿的成就，弥陀愿海所会真实之力啊。经文讲得真清楚啊，古照上品的条件，在临命终的时阵，看到佛来接引，这是这部经所讲的三种利益啊，三种真实。真实之者，真实智慧，真实之理啊，三种真实拢伫这个经典内面出现啊，这是无比殊胜稀有，称赞净土经。严宗大师翻译的
那就是水本的阿弥陀经。啊，有这款的一段经文，是贤男子亦贤女人，临命终时，无量寿佛，无极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故，今后归了，来自机前，诸比加油。令心不乱，啊！记下名义，随佛众会，是无量寿，极乐世界清净佛土。圆宗大师伫即地翻呢，比。鸠摩罗什大师翻的容易了解，啊，这内面翻的是临命终的时阵，无量寿佛，该伊的无量的声闻弟子，菩萨众故。说明有阿罗汉，有菩萨，人数真多啊！啊，今后为了来自机前，啊，拢来到这个往生这个人的面前。往生的这个人，这叫佛菩萨啊，慈悲加油。他是加持，保佑，令心不乱。所以不弥陀经翻呢，是一心不乱。啊，有人看到一心不乱，伊也真恐怖。为什么一心不乱，伊都无做到？呀！即地讲的即个慈悲啊，加油，令心不乱啊，你就听有咯。平常就爱啊念佛，来认真念。啊，念佛的时阵，一定都爱啊，蔓延放下，无妄念，无杂念。临终容易得心啊，佛来接引，一定是佛光先照着你。佛光住家的时阵，就是加持啊，把你的功力提升咯。你啊，本来功夫啊，只达到成片，无达到一心。一心，咱的心不容易做到。啊，利益心是明心见性，随意心是见思烦恼登咯。啊，功夫定有阿罗汉，这都不是凡人会当做到的。凡夫哪做会到？你临终的时阵，希望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是心内底，这个时阵只有佛号，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以外，什么都放下了，这叫成片。那会做到功夫成片，往生的时阵，佛光一个照，就提升到属于心不乱。啊，佛的加持，给你的功夫提升咯。你若是讲念到随心不乱，临终的时阵，佛光助教都变作你一心不乱。
啊，复工的假期，微神啊，不可思议啊！所以往生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确实无比殊胜庄严。阿弥陀佛，自在悲观的威力，在这时阵非常明显的体会到。咱若是讲平常念佛，嘛会当拢念到功夫成片。啊，咱家己往生的信心就十足了。啊，这种的坚固、坚定的信心，嘛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的。咱啊，明显的感受到。啊，当然欢喜充满啊。也会帮助咱对这个世间呢彻底放下，敬重慈悲加油，人心不乱，只为尽忠之心髓。念老的主家来对对这句经文。特别甲咱加以解释，那这是净土中最重要的开始。因佛力加披，行人心事不乱。那一心不乱，就会出现。无时心念相续，便得往生。这个时念能做到不乱了。故称净土啊，为古教啊。未满四千法门。是啊，古教啊，是修因正果啊，路真长真长啊，啊，就大乘原教来讲，对所信为。到十信为十信完满，这是古教啊。十信呢，非常不容易成就啊。初信为菩萨，初断经的，甲修行诸陀丸。上顶啊，就是讲三界八十八品见血已等尽咯。这是咱普通人做未到的代志啊！啊，等尽是甚么款呢？金刚经顶面讲四句话：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初句所证到的。咱去想看卖，咱是不是做得到？
啊，金刚经的前半部是声闻缘觉所证到的，后半部是大乘是教菩萨所证到的，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后面的境界观也有四句：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头前啊是破相，破相较容易啊。后面是破见，这就困难了。见是什么？念头无了。未接到相，念头也有。到念头拢无了，就是啊，离心不乱啊。不调相是随心不乱。啊，金刚经大家拢真熟啊，我按你讲，你较容易体会。所以，正宗不讲。临终啊，你甲看，你临终时，得佛的加持，你就证到一心。十念相续啊，你同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做阿惟越地菩萨。这是正果，正什么果呢？阿惟越地啊，阿惟越地，别到初地，初地啊，远到初住，生是不庄严土啊。极乐世界有四土的名啊，咱讲咯。诸土三辈九品，啊，无到极乐世界去的时阵，甲你讲这个，到极乐世界了后，诸土三辈九品的名拢无了。啊，为什么呢？迄、那个世界是平等的法界啊，这是啊，阿弥陀佛无无论比的智慧，啊，弘法。啊！一地因地，三方诸佛刹土，看到诸佛刹土内面的不平等，引发修行人真多真多烦恼。啊，所以伊发心，未建立一个世界，建立一个道场，这个道场是平等的，无差别。你看你往生，先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那第一个平等呢，你都看到了，你的心相。跟阿弥陀佛完全同款，阿弥陀佛即摩真金色身，你嘛是啊，阿弥陀佛心有八万四千相，你嘛有，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你嘛具足，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你嘛是同款。
啊，宫中要有无量化佛菩萨的恭敬教学。啊，这是金境界，这是佛陀的境界啊。这个心是佛的布心啊。大的是啊，佛的布陀啊。布陀啊是发性陀啊。布心是发性心啊。不是咱这个心呢，咱这个六心是阿赖耶相分，无生无灭。咱来起心动念，这个心是阿赖耶的第七烦恼、第六意识、妄心嘛，嘛是生灭心。古作的环境是啊，阿赖耶的相分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阿赖耶无咯。完完完完，转世圣地，转八世圣树地啊！啊，什么时阵转呢？就是咱对这地去往生，坐去莲花，这个莲花开了。咱这个莲台顶面，莲花就合起来。阿弥陀佛，啊，这个莲花早去叫世界，啊，跟你去宝地来对。在这段时间里面，咱的信心产生了无比殊胜的变化啦！啊，阿赖耶的见性两分，竟然变做了发性心跟发性土。啊，所以在莲池里面呢，花开见佛，花开啊见佛，你的心性就跟佛完全同款。啊！你看极乐世界，所有的人拢总是这款的形象，平等，无分别，无执着。你看，分别执着的心，自自然然，连根给办起来。啊，换一句讲，阿弥陀佛，未乎你有分别心，未乎你有执着的念头。啊，心地清净，功德智慧圆满。啊，不是修其他法门，往生菩萨的阶梯，不是安尼生。啊，八万四千法门修行呢，就爱通过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这会让超越十法界，升到十不脱啦。这个时间长咯，啊，真辛苦啊！一级一级向上来攀升，啊，极乐世界无遐尼麻烦。咱这地一个灯开，彼地就够了。啊，都是阿弥陀的菩萨啦。啊，所以这所在讲较清楚，
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是啊，因为有咧加持，啊，念佛的人一心不乱，十念相续，伊就会往生。啊，这个法门是他的法门，不是靠家己的力量，完全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是以行道啊。为啥人讲伊真正相信的人，都是以行道。你若唔相信，就无分咯。哎，相信真困难，凭什么相信？那边地会的决定，这是临时的地会啊，相信啊，佛菩萨决定无妄语，你有这个信心无？这个信心都要用事实来表现啊，啊，表现在哪里？表现在真正放下。啊，在这个世间，心、心、世界，一切放下，表示我们的信心呢，这些古迹啊，啊，咱对这所在啊放未落，要有留恋，这都是信心不足啊。啊，决定无留恋，头前啊讲的条件，最重要的条件。信愿持名，哪位大师讲呢？我菩提心一向专念，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我真信，我真愿意往生。持名呢，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这个就决定得行，这是啊，真正已经到啊，是普遍万类啊，即诸行均在时啊。啊，普是普遍，万类是一切众生。顶面呢到顶加菩萨，下面呢到无间地狱。啊，十方世界啊，过去未来，拢在其中，一个都未漏去。啊，问题呢，总在心愿。一定爱真心啊！啊，真心你啊得到大利益啊！啊，我哋年轻的时阵。李老师有警告，老师甲净土介绍予我，伊也知影讲我真好相信，
竟然会劝我，就试看卖啊。国王今来，即个做书在的，论德行，我该未比哩；论学问嘛，比未着；论修持嘛，比未着。因都拢会相信，咱嘛甲信一摆啊，试看卖。讲出这款话来劝我，我真感恩，我也阁是无接受。啊，所以经常讲难信这话，我完全让体会到啊。老师对我真好啊，爱护啊。啊，参门法师跟我信，我无接受啊。跟我学弥陀经，三大部，三大部是三种注解，那都是圆寂大师的疏抄，然后玉大师的要解，游客大师的原中抄，我拢嘛甲伊读过一遍啦、啊。那参公叫我甲伊的课本用表解的方式画出来。个经文放在下面做科会，啊，我对佛经的科判啊、认识，对倒位开始，画出来了后，我拢感觉真奇怪。我画出来唔知影，画出来了后，知影讲因的文章章法结果是如此的。经验啊，对这个经验呢，结果呢，内面呢，都看到伊个思想体系。不是世间啊，一般典籍会做会到的啊。大经如华严，大论的亲像，大地作论，个人把这个科判画出来，那是啊，一本书呢。那恐怕是解释经呢，一个看经拢明了咯。啊，这个疏抄是解释恐怕，那恐怕是经文的大意呀、啊。亲像这五句的这个经文。我怕就是临终佛前，啊，上辈往生的人临终佛前，念路的即地可能讲，啊，这是。阿弥陀佛，普披群机，万类的诸行，君在世啊，就是这句经文当中显示出来咯。经文下边加，临终梦见彼佛啊，也得往生。佛如来不？来咯，那一看到咯，看到
仿佛伫咧梦中，啊，毋是真正做梦，啊，亲像啊梦中，啊，你都知影讲，上辈往生，看了佛，抓到遮尼多菩萨阿罗汉，现伫咧面前。显然不是梦中，啊！但是这个境界别人看不到，啊！往生的人看个清清楚楚，啊！也个会讲出家己真实熟悉的这个菩萨。会叫出你的名、啊、最明显的就是观世音大世子、啊、也还有王星的东参道友、啊、在生的时候真好的念佛的朋友啊，他生气了，你往生的时阵，伊嘛得着阿弥陀佛做会来接引你。啊，回愿大师往生，连下生往生的人，伊一个一个名拢会叫会出来，伊拢伫遐。啊，完工有这个境界，我相信上辈往生的人肯定有这款的境界。啊，你的同参道友，那会讲未得佛来接引的道理呢？因那不是讲无能力，有这能力，凡是啊来接引的，拢是化身啊。啊，佛跟菩萨，因的这个本心、真心无定当，伫叫做世界，也过伫咧阿弥陀的纲等，讲经听经无中断，那老生的言行识，佛菩萨大众啊。拢嘛是分身呢，啊，一分无量无边身，同时接引无量无边往生的人，应现出不可思议啊之他力，啊，伫咧你民众的时，对咱的帮助太大了。啊，这是临终浮现，我看下面一段，随佛化生，经文经书无干，应随彼佛往生极国。便如七宝华中啊，自然化身。你七宝华中自然化身。诸文自然化身者，表非胎乱即化，自性中即化身。台湾湿化是咱这个世界啊！啊，叫做世界化生，跟咱这边台湾湿化的化生无同呢。
诶，什么款呢？挥发离烟花，挥发离花。应该怎讲呢？应该讲分心啦、啊，啊，讲化心嘛，会用的。啊，咱这个世界化心是无中生有，啊，四种心态来对化心。啊，天灵化形，啊，极乐世界是分身的化形，伊有能力现应化身啊。啊，应化五缘。原是众生，正像《楞严经》上所讲，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众生希望接应的是什么款的心，伊就现什么心。安尼咱啦，现前提的佛世佛。最后定定服侍一尊的佛像，逐工啊看到这尊佛像，印象非常深刻。到了往生的时阵，佛现什么像，都跟那服侍佛像同款。你看我逐工拜你，逐工咧看你，总算你来咯，这足欢喜的啊！哪讲以前的这个佛像跟我佛师无同，啊，我就会问讲，你是真还是假呢？啊，这个问的言都无咯。所以佛师佛像唔通讲太多，太多的时阵，到时阵你怎样唔知影，我都是像是真的，都是像是假的。那、啊、现在，翕相真普遍啊！那佛师佛像离开厝里去旅行的时阵，那个翕做相片，我就佛师这相片，去到位拢买看到这个相，这个好啊！啊，佛是随心。应量啊，佛无分别，无执着啊，所现的相的时阵，完全都是众生心相心啊。迄、那个啊，不信的相呢，咱啊想袂出来啊。啊，都连咱这个世界，和印度人说的。讲个啊，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咱拢嘛无办法去观想，相太细咯。啊，平常咧看佛像叫做观想念佛，和这个相伫心肝内啊有印象，有啊深刻的印象。时时刻刻都会想到，会想到这个相。啊，佛师呢，一定爱佛师，你真正喜欢的。啊，印象就会真深，也起作用。啊，所以不是。咱这个世间，
海乱化湿的这个化生，如法华文句文，法华文句是地价大师做的，就是地价大师的法华经的注解，而称作文句。因台经，台经呢，就是菩萨出台经，内面都有一段话讲，莲花生者，为台湾湿化之化也，非化而化逆，又亦非涅槃经所谓的湿性，而比经文阿弥陀求入定，因求化而生，名为湿性，盖秽土草木常有湿气，阿弥陀入定，脱出湿气而生，乃名湿性。啊，咱这个世界呢，有太乱湿化了。啊，并这个湿气呢，有一寡小动物，虫啦、白虫啦，啊，白这个虫啦，有湿性。啊，经常讲到的这个阿弥陀求路，这是人名。咱的这个参考资料的第十八页有，啊，比如有阿弥陀波丘而生，所以个叫做阿弥陀路，为摩诃的都国，并不沙罗王之妃。先依佛生一个啊太子，又归佛，弘完五佛啊，晚年时阵拄着释迦牟尼佛，皈依三宝，以佛为师。弘完呢，有一个花园啊，供养释迦牟尼佛，佛接受了，以为住所。啊，经来对的有这款一段故事。啊，我伫苏里兰卡，现在建佛教大学的这个所在，那就是佛陀的第三处。佛陀到苏里兰卡，要去过三拜。第三拜的时阵，伫这个讲经，当时的国王就把这个土地。用用世尊，啊，世尊嘛接受了，所以现在苏里兰卡的这块土地，主人是释迦牟尼佛，啊，是啊，苏里兰卡的历史上有记载，这不是假啊，土地也无算过真大。十六个英亩，
啊，六六三十六，啊，这个就是和中国九十六母对，一英母呢，就是六个中国母，十六个和中国九十六母。现在这个大学就起在这个所在。非常有意义啊！咱过来看下面的经文，地跌主宰啊！地会用命，心通主宰。啊，地会用命，为地会明了瑞丽，迎破烦恼，遥满切君，国文用命。如地图论文，地会之境内破桥万组织，这是比如啊，地会之参考资料第这十九页。地会临海环路之极故披衣锦经义的阿含经第三十九卷讲临海三昧经临时临足临足那像是开架满地伊的这个身躯的，啊，这是无风，敌人的都像无风敌人呢，三昧呢，何必是经，比如做经。手接地会经，甲啥人拍剑呢？甲烦恼啊，甲烦恼，比如做餐啦，啊，福业为兵将啊。金动怀禄君，把怀禄君怕败呀！啊，菩萨有这个本事啊，咱也无啊，咱定受到烦恼的伤害。啊，应当都爱有菩萨。那头一个呢，还有仁爱的心，仁慈。那三昧呢是禅定，有仁慈，有定力，有智慧，有福报啊。啊，烦恼就袂当来伤害你啊！《地多论》第十卷嘛讲，在《地多论》有一百卷，第十卷内底有一个四句话：忍开心坚固啊，忍辱。
真正经历的风，智慧之境来啊，好交办组织啊，组织的都是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五种是根本烦恼，六道众生因为这五种烦恼，未当去证到无上菩提。因为这五种烦恼，感到六道轮回，未当出离，所以爱修定慧。有定会出欲界，有慧会出色界甲无色界，都会超越六道轮回。所以定慧是修行的主流。咱定慧修未成，想修修未成的原因，就是这些烦恼的干扰。这些烦恼你若未当甲放下，你定慧都未成就。大生就是爱远离啊，定慧成就就唔免惊咯。烦恼未当给你干扰着啊！表现伫倒位？表现伫咧佛菩萨，佛菩萨，伊要帮助众生。为帮助众生，就未当离开众生。众生有这烦恼习气，菩萨无啊。菩萨有戒、有定、有慧。菩萨有六波罗蜜。菩萨有戒律，菩萨有四摄法，菩萨有普贤十愿，所以菩萨度众生，未去受到烦恼的干扰。菩萨啊，虽然甲一切众生接触，菩萨心内非常清楚，非常明了，一切法拢嘛是对心相生的，总体即空了不可得。宗门大德常常咧讲，别化冲力鬼，片一样不沾心啊。也什么也是改定会功德啊。最明显的呢，那你华严经常会看到。
现在冬至五十三餐，五十三位的先帝先，出家真少，在家真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这些修行人未念着，但换一句话讲，因把这个佛法完全落实在生活当中，各行各业都嘛是佛法啦。啊，斯里兰卡这小小的国家，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哎，就是五十三参的显地显咯。啊，现在去参学，啊，一个一个去访问，只得到机理啊，未受到机害，成就家己圆满的有得地啊。我的地就是无所不低，那根本地呢，就是啊，不遮无低，那就是啊，根本地。我的地呢是无所不低，呀，拢种经历个，拢种啊，拢嘛去学个真实智慧啊。啊，安尼是咱都知影，阿弥陀佛，伫自在王如来在会当中，伊也证着根本地啊，然后啊，伊老师。自在王如来叫伊啊去到十方诸佛刹土去参访，那就是五十三参，成就伊圆满的有得地。啊，伊的参学跟一般菩萨参学无同啊。伊参学的对象是十方如来，啊，所以成就嘛无同款，伊的成就叫做世界。啊，咱对方方面面来看，来加观察，叫做世界是安怎成就的呢？为什么遐尼啊殊胜，遐庄严？唔是啊，无原因的啊！啊，这下呢，拢买帮助人坚定信心，重用愿心，啊，也竹林之中，下林之段。啊，建立殊胜庄严的修学道场，啊，极乐世界是一个平等世界大道场，这个世界内底无上帝，啊，无大神。那有早就介绍咯，因为世界国王是啥人？无啊，无听讲过啊。那无国王大神啊，
也就是讲无政治组织啦、啊。西方世界往生人是足多啊！中国咧讲人，甲伊分做四大类：属龙、工商。有世界无听讲属龙、工商呢？那附近人介绍，那是叫做世界只有有两种人，就是老师，一个就是学生，菩萨那是学生啊。啊，提着菩萨学位的学生，啊，提着阿罗汉学位的学生，那声闻啊，声闻是阿罗汉啊。所以叫做世界只有两种人，老师跟学生啊，换一句讲，这是学校啊，真正一点无错，伊啊是这学校，那、啊、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学校啊，叫做世界无边际。中国古人所讲的“以大无规，以小无内”，来用这两句话来观察极乐世界，也完全是事实真相。那极乐世界的人，人人拢觉悟了，人人的心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是修因啊。啊，根本呢，经地顶面啊，顶半段大乘无量寿庄严古佛啊。大乘是智慧圆满，无量寿是啊福德圆满，庄严是上好圆满。那西方世界无论比的啊，无办法跟伊相比。这拢太好了，原是阿弥陀的慈悲啊！四十八愿有一愿，十方佛坛啊，赞叹啊，有一愿，这愿是什么呢？是希望十方诸佛啊，介绍众生去叫做世界去学习，释迦牟尼佛赞叹啊，讲出《无量寿经》，讲出《观无量寿佛经》甲《阿弥陀经》。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啦！啊，咱知影，西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啊，有真多经伊拢无讲，像世尊同款。但是这三部经是一定爱讲的，啊，一切诸佛说经决定有这三部经。这三部经，如何讲？这三部经都是阿弥陀佛。那十方佛赞，这愿的
具体落实。啊，佛一个赞叹，咱就知影咯。咱知影讲有这个所在，而且真容易修行。那真正相信的人，有福啊，有智慧啊。啊，那对于怀疑的人，哎，都无办法咯，伊袂当去啊。袂当去，就要等下摆机会。机会真多啊，慢慢啊等啊。啊，什么时阵你相信，什么时阵你就会成佛啦。真心真愿，一心念佛，就会往生。啊，那是拄到灾难，这个时阵你万言放下，一心念佛，佛陀啊现前，你马上看到咯，你就往生。所以人惊灾难，念佛的人唔免惊，念佛的人会欢喜的。为什么早一天来往生啊？无到时阵，你迄个心是发未出来，到这个时阵心发出来咯。为什么走头无路咯？只有这条路，他就行会通，往叫世界去咯。这个路平平安安、稳稳当当，佛来啊接引，大家都爱好好爱记你哦。啊，为什么呢？人伫着这个啊，人生必定有死亡的一天啊。那这天要安怎？这天就要啊，心愿齐明。原来生未过，再去轮回咯。我要来去极乐世界啊！啊，所以啊，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有福报的人，听到这个法门了后，马上就下定决心。啊，世间的代志慢慢啊，甲放下。这是什么呢？这是半信半疑的人，慢慢啊，甲放下。真正相信的人，立刻啊，都甲放下。啊，袂拖拖刷刷。都是要等佛来接引往生，佛也未来，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你寿命还未到，你还有寿命；第二个原因你还有使命，你还未做圆满呢。啊，那不是讲这两种原因，想要去就会去啊。这法门的殊胜啊，确实是无办法通比的。下面个引用。维摩经顶面的话，维摩经文，以地会剑破烦恼结，啊，拢嘛是用见多就比如啊，这地会是武器啊。有智慧，烦恼就无咯。烦恼啊，唔是真呢。烦恼对对来，对妄念来，
无梦想就无烦恼，有梦想才会有烦恼啊。有心地观境，有功法宝，犹如智慧来剑，挂灯生死，你何不过？啊，这个心地观境的面讲。嘛，是对比如来讲，法宝就是经典啦、啊。世尊，涅槃涅槃，离非难。然后落来是经典，经典里面记载是如来的智慧。啊，咱逐天读经典呐、啊，听经典呐、啊，学习经典，那是讲真正学习，这支剑就起作用，啊，智慧就起作用。为什么会长生死？生死是故啊。啊，烦恼的啊，果报，烦恼是因，色离邪薄，邪薄是烦恼，生死也是烦恼的果报，拢总下去了。智慧会断烦恼，智慧会了生死啊，生死也是假啊，不是真的。我常常有讲到，学佛的人第一项大事爱明了，也就是讲人无生死，生死也是什么心啊？心有生死，我无生死啊。那是我有生死，我死了，谁人去投胎啊？谁人去往生？谁人去做佛啦、啊？这问题拢嘛来咯，所以就爱知影，心有生死，我是无生死。那真正学佛的人，唔惊死啊，无生死嘛。那是不出轮回，你。这一生无什么大善大恶啊，真紧你会搁再来人间来咯。啊，因为你若做到有善，善就会去天道去咯，恶咧恶就会去三途去咯。你无什么大善大恶，肯定在人道啊。我有看过一寡外国人的这个报告，催眠的报告，来用催眠术，哦，这个人在催眠当中，伊会当回到过去，啊，过去的一世，过去的两世，过去的三世，啊，我捌看到一个报告，过去那像是。八十多岁啊，时间是四千年啊，四千年前，讲出啊，伊个时代，伊是什么身份？住伫什么所在呢？做什么工课？生活的状况，伊拢啊。讲会出来，那一世一世拢嘛
是咧做人啊。哎，就是无什么款的大善大恶。那嘛有时有一寡人，计计说的是精神多。啊，做个真长的时间做精神，啊，有几多地狱多，啊，伫最近的这几年有附体啊，甲催眠的状况是差不多。嘛会去讲出记起心中的状况，佮讲出现在周边的即个啊熟悉的人，记起心中拢嘛是有缘分。啊，这是言语里面所讲的。不是冤家未自条啊，冤家未必是冤仇，这个意思真正暧昧啊。今世啊，跟你做伙，过去世拢嘛是有缘呢，无缘是都未着啊。佛法对这代志讲得真具体，人跟人之间。无缘就未熟悉，真正对面相逢都未少照问的啊，生分人啊啊！啊，看到咱笑笑啊，点头，迄啰无缘呢，而且无欢喜跟你讲一个，嫌你讨厌，拢总拢是无缘呢。这个严金波，无论一拜以后，未阁再见面。啊，原来是真深得变作一家人咯。啊，香港南东岛，公民讲堂，我伫迄边讲过经。受下老和尚的道场啊，受了阿翁生咯。我以前都在迄个所在讲经，主持当家拢无伫咧咯。啊，这个讲堂顶面有一百对联，受下老和尚写的啊，顶联就写有车啊是缘。有善言，有恶言，冤冤相报啊！下联写的是：一路是坐啊，有偷坐，有害坐，无坐不来啊！我也过会当记着这个这对的对联。我伫迄边的讲经是1977年，30多年前咯。啊，有人甲我讲的这个对联，即摆也够低咧。这是啊，佛经上讲的，一点都无错啊。啊，有分咯，明白咯。啊，咱的心态都会改变啦、啊。如何把这个善言恶言，拢总变作法言？啊，这好事啊！妄言拢来化解，变作法言，应该用什么方法呢？用教学，以心作则，心行言教，对三行好故。
啊，咱家伦理噶都得因果做出来啊，好咱只诶，父母、夫妻、儿女、兄弟姊妹、亲戚、厝边啊，拢嘛是有缘的人。逐天啊，见面常常小少问，去甲感化因啦。我离这个三年，待三年，我这个富贵的人拢变作好人。你伫这所在住的也无白住。袂当要去插因啦，用什么方法咧？用数列法，数列法就是定定来送礼啊，啊，尤其是食的物件，送好厝边，啊，先去瓦滚厝边，来先送因啦。慢慢鼓励这修行咯，啊，三年，这个参政啊，都无同款咯。为什么人甲人见面都会笑笑，会笑笑问啊？以前人见面袂甲你笑笑问，问都袂问一声。现在较远的见面都会笑笑问。咱先来做啊，带头做。啊，咱是十方来到这边来动手啊，拢早礼物来送我，我食袂完，这物件拢袂当留，马上就去送人啊，送这厝边。啊，所以讲现在在厝边看到阮拢真有礼貌。啊，若是讲搁较熟，啊，咱就想来办活动。啊，我的想法每个月，咱大家来斗阵一个，办一个庆生会。庆祝生日，伫这个月出世的人就请，咱退祝福啊！咱大家做阵来吃一顿饭，聚会啊！这个方法真好啊！啊，我了酒，建一个啊小道场。正宗行医在做文巴，今年十一年了。啊，在开幕一天，正式我请帖，邀请咱最近的这两条街的居民啊，这个居民啊，这两条街。大概有几十个，我困难大呀！给伊呐来做报告，有官员来交代伊呐。啊，先做报告，说明讲，咱这人来到这地来。买这个教堂，准备要创什么？素材来给因交代，因吃着真欢喜啊！散会时阵，都一寡这个厝边来甲我讲，恁这个活动是不是会当加做几摆啊？这是
因就提出来咯。我讲，哎好，我得定期每礼拜六个暗顿温馨晚宴，免费招待，大家拢总拢来。11年到现在啊，拢嘛无中断过。现在效果出来咯，整个小城无一个人唔知影讲这个精装学院。而且咧，观众拢嘛知影，拢嘛赞叹，精装学院嘅人拢嘛是好人。啊，今年无想到，是来无期嘅，无想到真正心想事成。这个小城内面的十几个宗教，互咱感动了。大家联手起来，咱的宗教先互相学习，团结起来，把这个小城打造成一个世界上头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啊，五月，我伫个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做一个啊报告，做开成成功，真精彩。啊，11年咯，甲这个小城团结起来。啊，人甲人见面拢会少少问咯，拢真和睦。啊，特别是咱诶精装学院，穿即款衫出门，每一个人拢会甲你少少问。啊，连玻璃书班、机场、海关拢知影，因来到澳洲来旅行咧，来到精装学会，因拢知影。啊，伫多伦巴的这个啊城市，你唔知道学会伫倒位，随便问倒一个人，伊拢知，拢会甲你讲你安怎行。我伫澳洲10年啊，把你成绩拢无，这个成绩会当，特地来甲大家讲呢。啊，所以讲咱爱别人，别人嘛爱咱啊，咱用真心去感动伊，啊，无私心啊，无希望报仇的。这种的报施啊，用用啊，应该都爱做啊。啊，因为对咱有真好的印象。这个城市原来就是澳洲基督教的城市，无其他的宗教入去啊。啊，咱佛教入去咯。现在咧，这个内面未少，原本啊，都是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啊，现在地址内面有拜黑教，也有巴哈伊教，土著的宗教一共有10几个单位，
啊，今年总有几落摆的宗教活动啊，啊，宗教团结的活动。过去宗教是无往来，现在宗教常常聚会聚会。啊，每一个人都嘛向往，希望咱这个城市多彩多姿，生活在这内面了嘛。非常的快乐，咱希望是每一个宗教的带头，都明白的这个居民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那亲像兄弟姊妹一家人同款。啊，说明无共宗教，无共族群，无共文化，会当做伙来和睦相处，袂冲突啦。啊，做个真成功。下面经文啊，有一句神通自在。那神通如来啊，如经文，名无疆中，其一切世界定也。这句一个例，那佛菩萨确实有这个能力，在手掌心内底。把整个宇宙放在手心里底，敢是真的？真的啊，一点也未假。因为整个世界会当啊浓缩做一点，啊，无听到一点，我家属讲的，一点一个爆炸，宇宙的现前呢？佛法里底无咧讲爆炸，伊自然现前，啊，唔是爆炸才现前呢，本来就是啊，啊，一米顶内底有圆满的啊，宇宙。啊，这都是中共啊，古人啊所讲的，其大无畏，其小无累。迷人内底有圆满的世界，华严经常讲的。什么人会当入去呢？普贤菩萨定定入去啊。你去到美人世界里面去用佛去闻法啦，去度众生。美人世界未小啊，这个大世界、大世界嘛未大，所以大小啊是假啊，就唔是真呢。啊，大小是一个抽象概念，唔是事实啊。事实是无大事，无前后，无大事就无空间，无前后就是无时间，空间、时间拢嘛是假啊，拢嘛唔是真呢。这是佛经里面的科学。啊，佛经内底确确实实。有圆满的科学啊，圆满的啊铁学，我无讲是最悬的圆满的啊。然后我即句讲，世间科学铁学
无办法超越佛经，因为伊是圆满的。啊，所发现的佛经里面拢嘛有。那现在科学家慢慢的重视这个问题，啊，古人无这款仪器，无这个精密的仪器，啊，无这个科学的概念，啊，特别是数学的概念。物理学的概念，伊哪会知影呢？而且知影个遮详细，比科学报告搁较详细。啊，什么原因？我家无办法解释。啊，你先因在想着讲。伊讲人可能有一种本能，这个本能伊会知影。现在这个人，那个本能丧失去咯，啊，伊这个讲法甲佛个讲法是接近啦，啊，确实是有本能的，啊，本能是啥物？真心、诸心，你若是用真心、用诸心，你啊，什么都嘛会知影。啊，都要去学，唔免去学。啊，释迦牟尼佛所学的是世间法。出世间法无人教伊，伊对都会得来，对禅定得来。啊，印度的一寡宗教，因啊修禅定，只有回向回向天。就是四禅八定啊，定的这个级别有啊，八个层次啊，一到第八啊，都无过去去咯。我认为讲第八定就是大般涅槃。啊，过去去就无物件咯。佛啊，对第八定个向上突破，应该现前，唔是六道啊。第八定只到六道，第八定个起去，六道就无了。看到四性法界。啊，四性法界嘛，唔是究竟，佮向上提升，向更加深的禅定的内面去建立，一直达到诸性啊，就见性了。见性安怎？看到诸性本定啊，慧能大师开悟。甲咱讲，好其自性本无动摇，到本无动摇的时阵，这都是自性本定。这在到头，刷了个都无咯。我咧定功啊，都、就是到即地啊。看到什么？看到一切法，拢嘛是自性变现的。所以讲，何其诸性临性万法，无条对对来。你现在科学
无找到，佛经内底有。啊，慧能大师讲啊真清楚，自性啊生啊，自性是人生，整个宇宙是所生。啊，自性无大小，所以宇宙嘛无大小。啊，更加小的微尘内面有自性，啊，微尘内底都有世界啊。啊，大乘经教内底讲这个讲真多啊，讲甲真清楚，佛讲清楚，讲明白，要求你去证着。你若未当证着，你啊是听讲的，唔是你家己的。你若爱证着，迄就是你家己的境界，家己的境界你得到受用。啊，唔是家己的境界，你家己得未到受用。啊，科学所证的是咧用机器咧，像数学做例，伊不得受用。啊，佛菩萨啊是用禅定、用功夫，就是用清净心，清净到极处，平等啊到极处有作用。啊，这个、作用是什么？伊个整个宇宙融成一体。这个作用足大呀！甲宇宙融成一体，啊，就是甲一切啊诸佛如来融成一体。这一体什么？叫做相即光啊！换一句话讲，心变作光咯，心嘛变作光咯。啊，你的智慧、你的德能上好，拢总变作光咯。叫做相即光，相是永恒不灭的呀、啊，不生不灭，永远都未变异的，未去变化，就叫做相啊。今天是清净即灭，内面无一切污染，什么污染拢无，那清净即灭。光呢是光明变照啊，所以怎样以照见咯？啊，智慧光照是自性本有，不是外来。啊，德能上好嘛是自性本自具足，都得言语都现。无言以为现，为现未当讲伊无，现未当讲伊有。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啊，所以经常咧讲一句话：能有掌中持一世界。我相信科学啊不断来向前去推进，会有一天证明佛陀经常讲的这句话是真的。啊，咱今天要来问一句，啊，咱这个大楼下面有一个房间叫做四口罐，里面可能是一套四口专书，一部四口会要。我也要问你啊，一部四口专书甲会要，你是不是放在酒帐顶面？未当啊！
现在藏咧，迄大个物件，啊，现在啊，已经有人把四科专书藏伫个即个晶体顶面啦、啊，晶片，啊，佮送我一套，我就藏咧手掌咧。那亲像有十几片碎片啊，十几片，你插电脑来对，你都会去看到。一部四科专书，真轻的手掌来对。这个咱也是要甲古人讲呢，啊，一部四科专书会当摕在手上，无人相信你咧讲笑话啊。哪有这个道理啊？啊，咱相信科技也过会进步。现在十几片，将来大概一片就会用你咯。啊，一片就会当用入整个数学专书。所以这个你来推，我怕跟你讲的嘛，就是一个碎碎片尔，比这个晶片啊更加碎，两眼看未到一米长。里面藏什么？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的信息都是在那点啊里底。谁人知影？普贤菩萨知影。啊，普贤菩萨有这个能力，都在这里底，唔免去远处，都在这点里面观察全宇宙。啊，转入到内面，所以这众生伊啊，是一千里处，啊，哪个知影你现前，知影你过去，知影你未来，拢总伫内底。佛法那是固定科学啊，灵性科学啊。啊，咱是希望讲科学会当行到这步，科学甲铁学啊，甲佛法融成一体。啊，我会记得讲，咱像爱因斯坦。等你在世有捌讲过，伊讲宗教啊，甲科学最接近呢，就是佛教。现在愈来愈接近，量子力学非常接近。来讲微观世界，啊，微观出明白，宏观嘛就清楚咯。所以讲，这个会当在当中，其一切世界是事实啊。啊，咱会当相信。啊，人送我一套四科专书的。晶体、晶片，啊，我摕来一看，叹为观止啊！啊，放伫个电脑内底，纹理啊都显出来咯。啊，这部四科专书遐大啦，唔过是安怎？这都要有电才会用，无电都袂用你咯。啊，可见宇宙千变万化，总在无言不懂，这个言啊，古人无拄到今仔日科学的言，伊哪会了解呢？
佛经上讲呢，伊哪会相信呢？咱感觉奇怪啊！咱今仔会相信，是因为科学报告。啊，咱对经常者话无问题，会相信，会相信啊，会体会到因啊，迄个时阵无啊。啊，这都是因啊，人比咱较高明，咱无法理解伊的心比咱清净，伊无咱遮尔多妄念，无咱遮尔多梦想，无遮多欲望。啊，就是讲伊的心比咱较灵，啊，感应比咱较敏锐，伊会感应到，伊会体会到。啊，咱今仔日啊，都爱靠科学来帮忙，啊，坚定咱的信心、愿心，咱啊真正啊，想要甲佛菩萨同款的通达明了，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你若想要真正明了，去到极乐世界，大家拢嘛是一流的科学家。神通广大啊！啊，旅行啊，坐车啊，行路偌麻烦，念头一叮当，身体就到地咯。这拢嘛是真的，拢唔是假呀！啊，有能力骗道转污丢，这是分心化心。啊，上一公变教，变教就变道啊，拢会教啊，一点障碍都无。啊，今仔日时间到了，咱就学习到这地。